12月4日，女星郝蕾与圈外老公举办婚礼及双胞胎儿子的百日宴。据悉，郝蕾的老公名叫刘烨，并不是之前传说中的马川。据工作人员向腾讯娱乐介绍，郝蕾的老公是公务员。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又充满了童趣，背景板上既有郝蕾与老公的浪漫婚纱照，也有一堆双胞胎儿子的可爱照片。喜宴10点正式开始，赵薇、姚晨、黄奕、廖凡、导演孟京辉、娄烨等先后现身，现场星光熠熠。10点左右喜宴开始之后，众星陆续到场，男星廖凡最先现身，他匆匆走进内场，并未接受访问。随后赵薇一身灰色外套搭配墨镜，身形又见清瘦的她显得气色很不错。被问及送郝蕾多少礼金，她笑说靠谱靠谱。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她送出了对郝蕾的祝福，并称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郝蕾的一对宝宝。随后和郝蕾合作过多部话剧的孟京辉导演提着两把凳子现身，他希望郝蕾越来越稳。随后姚晨和老公曹郁急匆匆赶往现场，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姚晨向郝蕾送上祝福，祝福他们一家人幸福。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，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。